好，看来这个筛检的情况一波三折，不过我们稍后会持续带您关注。而说到现在在疫情之下，防疫出游是特别的重要。不过呢，大雅区公所率领了八个里，一共134位的里长、领长一起南下出游了2天1夜，这整个团呢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央的规范。不过呢，区长说，这用餐的时候他们都有梅花座，也有专人夹食。搭乘游览车呢，限定每车也只有20个人，是没有超过这个规定的。只是现在主管机关台中市民政局还是说要追究责任，在做检讨，如果违失的部分，我们一定是会就责啦。区长李修齐在疫情升温期间率团134人南下出游造成争议，一早他出面解释，做好分批分流用餐跟所有旅游景点的分团，我们都会符合相关的一些防疫规定，我们都是会象征性的，就是会告知市政府。9月8号、9月9号连续2天，大雅区长带着里长、领长共8个里、134人举办自强活动，南下2天1夜，行程丰富，沿途从南投、台南玩到高雄过夜，隔天再到嘉义，接着一路北返。但用餐状况却被议员指控没有符合防疫规定。恭喜你一定来到嘉义。宴会厅内每个人都在低头享用美食，虽然有梅花座，不过没隔板，整个厅内挤满80人，整个画面都被拍下。他们一团已经134个人，而且台中市政府明文公布，不可共食共锅。虽然它是梅花座，但是梅花座在高雄不一定要是隔板，8个里。8个团，每一团没有超过20个人。当天参与活动还站在台上致辞的议员吴显森，他说每个县市政府用餐规定都不同，来到嘉义、高雄，只要符合梅花座、保持间隔、有专人夹食，就符合当地的防疫规范。整个经济就这么萧条了，后续要振兴经济，我看很困难呐哈。原先想借由观光振兴地方经济，但大雅区长说，只要市政府认定有违规，就会负责到底。民政局也明令9月底前停办所有类似的旅游活动，要确保台中市民的安全。华视新闻的张春峰台中报道。